快一点儿啊，来不及了。我真走不了了。飞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知道你不想去，可是张司令点名让你参加他的家宴，你不去到时候保志林就麻烦了，快点儿。我理解，但我确实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不是黄飞鸿、啊、我就是个卖鸡蛋的，黄师傅给后边呢。十三姨，十三姨，你说我这轻功都用上了，我这啪啪啪我也追不上你，啊，兄弟，你受苦了啊！黄师傅，您不就是大夫吗？啊，十三姨这眼睛也该治了，一个礼拜带我跑八回了，我还以为要抢我鸡蛋呢。十三呐，你说你眼神不好，这耳朵怎么也聋了？你说谁的？人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我那不是担心你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听说了，那个张司令土匪出身，脾气古怪，而且心狠手辣。他刚到佛山就点你的名，我怕他拿刀开你。十三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。飞鸿，我就是没有看错你呀。这还没看错，人都报错了、啊、快跟我走、啊、这再抱会儿啊